早上好，我姓尹，叫尹潘叉，我是泰国人，现在我在泰国，我有四颗鸡母，早上我给鸡母浇水。今天是星期三，上午我有课。我的早餐是蛋糕和咖啡，蓝莓蛋糕味道很好。下午我没有课，我和姐姐去公园中心，她是我姐姐，我们要看电影。姐姐和我们买电影票。我们去咖啡店，我买布朗尼，我喜欢吃布朗尼，吃布朗尼将会我开心。晚餐去日本料理，晚餐我回家，谢谢。